单看我现在手上就是一只猎隼，这个就是卡塔尔人民最喜欢的宠物之一。刚刚的这个老板跟我说，这个鹰隼价格还是不菲，鹰隼的价格这边都得几千美元。我觉得呢，就是在中国人现在看来，这个宠物还是比较稀奇的。走完这个猎隼市场，我觉得特别有感触。卡塔尔人民呢，当真是一个爱鹰爱隼的国家。就在刚刚呢，我们看到了很多小朋友也是擎着鹰，擎着隼，然后呢在这里逛商店，以及可能带着自己的鹰隼呢去看病。他们对于鹰隼的爱好呢，我觉得已经渗入了到了他们的民族习惯里。在这里呢，我觉得在世界杯期间呢，这种鹰隼呢也成为各国球迷参观的一个焦点。在这里我觉得非常热闹。